江云轩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下这么大的雨，你不知道打伞吗？江云轩，你确实？什么意思？可以给你钱，当然也不需要这东西。或者，你需要什么？我可以给你一座城的开发权。 我知道你很担心小静的身体，但我们可以抢别的办法。以你现在的身体，根本生不了孩子。景琛，你要拒绝我。不要出去。景琛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你动不了，你只能听我的。江云轩，你被人逼我。我逼你又怎样？景琛。 知道你可以，不是吗？许涵，今天晚上送我去医院。是，江雨雪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今天晚上，等我回来继续。江雨雪。